んだった。시간 3点下吃饭。啊，我 BF 五最尾嗰个位变咗64.9，即系个 level 380。即系你都知啦，呢个全日嘅全日金堂食，咁然之后依日好多人都不满啦，所以后屘就喺今日政府宣布恢复日间堂食，即系又系恢复翻晚六至五嘅堂食，唔系晚六至五唔准堂食呢个政策。咁试谂下，咁你话全日都唔俾堂食，咁啲人都唔知想去边度食嘢咧，好狼狈，真系好狼狈。所以話呢個全嘅金堂食已經失效啦，變翻到馬六之五。呢個公務員特別上班安排，意思係在家工作，部分公務員就再延長多一個禮拜，去到8月9日。呢一日又可能多即係過百宗個案。咁咧，我先頭買咗，先頭晏晝嗰陣見到，但係我落面商人兜嗰度買，跟住咧冇人排隊，入邊咧淨係得幾個人喺度等嘅啫，甚至可以話連商場都變得好少人，稻香都唔知道閂咗門，個叫佢閂咗門嘅。唔係嘅，呢、這個佢呢個全日咁狂食咧，望到側邊一個人都冇，喂，餐廳冇人可以話好冷清。就都同大家諗嘅一樣啦。咁你話全日咁狂食，啲人走去公園啊或者其他地方食飯咧，都係聚埋一齊。聚埋一齊都有，又有可能呢、這個有呢、這個結，又可以話有個，就一個叫社交聚集，咁你又好容易感染。
你知琴日都落過雨，今日個個都想有風打，咩依家女即係叫南海嗰度有一個季風低壓區，咁應該都會發展。就係之後琴日落雨咧，亦都係隔咗好耐，超過一個月先落雨。自從父親節嗰一日開始咧，去到7月28日都係冇落過雨嘅，認真啊！